实在是没有水了，巴特你给我留点。他喝的是那面，你别喝这面，这面我喝。哎呀，实在没水了，没办法。4-5个小时了，还没到，我可支持不住了。我怀疑我怎么下山？看我和对过的山已经持平了，现在海拔最少得3700米。让巴特再喝点水吧，因为没有水啊。走 ，Go Go Go！ 我与我的小蘑菇，有没有来跟我一起捡蘑菇的？看这蘑菇漂亮不？也不是能吃不能吃，你们认识不？帮我看一下呗。看看我捡的蘑菇能吃不能吃，怎么样呀？你看，让狗都给弄碎了。哎呀，这样蘑菇和那种又不一样了，这样蘑菇又不一样了。哎呀，美美的。有没有来的？带你一起去捡蘑菇。看到了吗？这一路全是这种绳和这种小葫芦，这就是指引咱们走对方向，知道吧？别走错方向，太棒了！从这上啊，爬山一定要穿专业的鞋，这全湿了不说，看我差一点，我从这一脚出溜下去就是万丈深渊啊！看着这没啥，下去我就没命了。还有我这条狗，它不是来帮我的啊，它一直在挡我。我这块发现了个大蘑菇啊，看这蘑菇有多大，踩下来，哇塞，好大好大，看看，哇，大不大？哇，又发现一个啊，哇，这块进大的。那块还有一个，稍等，先把这个装下来。别动，巴特，又完了，又给我踩碎了。好你了，巴特。哎呀，就这狗啊，不能让它往前去，在那呢啊，在我后面。看这个也不小，看看这个有多大。哇塞，够大不？我不是来采蘑菇的，家人们，不要让我采蘑菇了，好不好？我要找温泉，我要找温泉呐。蘑菇我就不想采了。家人们，我是10点出发的，现在已经是10:57，走了3个小时了。我还想跟你们说，我是真没路了。我是来找温泉的，我真不是来捡蘑菇的。这蘑菇太多了，我真的是来找温泉的，不是来捡蘑菇的。哎呀，你看，看这一大袋子，这才刚走一半，看，看到吗？我这得怎么才能走出去啊？哎呦，现在海拔太高，头晕脑胀的。我这一不慎我就下去了，就是万丈深渊啊。我咱们说到的事情必须做到，因为现在咱上了3小时了，将近是1点、2点、3点、4点，咱们4点必须得到达山顶啊。4点到达山顶，5点、6点、7点、8点、9点，9点没黑天咱必须撤下来，因为咱没带厚衣服啊。马上走，马上出发。哎呀，别来了啊，来。哎呦，这一会儿拿不动了，走走走。路咱1%的走错了，现在下山的路咱们找不见，上山路也找不见。走了3-4个小时，实在太饿了。一会儿，我看看，补充一下体力。我炸这个牛肉。还剩3块了，吃了4天，
咱们最多最多再吃一块儿，没坏。那两块一定要留着下山时候吃。现在咱还没找到路，没找到地方呢。现在咱们已经走了将近这是快要4个小时了。下山，咱们感觉上山难。下山要有路，咱们轻松一点。如果要没有路，更难。我现在什么都不害怕。狼了熊了我连我像一点不害怕，我像我最害怕就是啥呢，因为我一件厚衣服都没带，等到他如果阴天，现在已经有云了，只要阴天下了雨就能把我冻死的。天空现在已经阴天了，赶紧吃。我真不是来捡蘑菇的，就顺路就是往上爬就，哎呀，你们来捡来这，一天就捡几百斤，我没带多少水，你喝吗？这点水就这么点水了。都知道啄木鸟是益虫是吗？但是啄木鸟也是个害虫。看啄木鸟怎么毁掉一棵树的，它把这个树打成这么多洞，给它打空。哇，看，全是啄木鸟的所为，太陡了。我现在体力消耗了80%，看了，我又走错了，应该是。应该不是这个峡谷。哎呀，今天我必须得干出去，睡袋我这什么都没带呀。出了原始森林又是这样的灌木丛，也不知道上面是不是，看着很近，最少还得走2小时。看看我下面，哎呦，连个路都没有，我怎么才能，刚才我是从这过来的，看我和这个对过的山持平了，你说我现在有多高了？不管了，赶紧走，体力消耗快要消耗。